包饺子了，今天呀。啥馅的呀？荠菜的，我喜欢菜，新鲜的。新鲜菜，荠菜。那柱子道我吃荠菜，椒蕊的倒好。嗯，这真是新鲜哈。我说咱们春天还得多整点。这个都比它别的菜都好。多挖点多好哈。嗯。这可好吃了。好吃。嗯。味儿挺鲜的，那样味儿。嗯。哎呀！能整呢？你吃那么多啊？能吗？爸爸。啊。爸爸。你又来干嘛来了？是吧？你又来干吃的了？来包饺子了？爸爸。啊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哎呀，他爸爸那厂呗。老幺。啊，老幺包饺子吗？嗯，那就感觉爸从那天用哪去了。这个馅儿挺稀油哈。嗯，对，搞老。我说别麻烦，我这得多搁点肉。嗯，我多不少肉呢。这出馅子。嗯，这玩意儿。小鲜肉做的吧？嗯。醒来挺早的。昨天晚上给他那个拿过来换。十点多钟起的。但你这包法跟我妈的哈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嗯，我妈是捏捏的。我也是捏。你妈跟你姥。他们是一样，我是另一样，我是这么事儿的，快啊！你老爷子那样啊？我老爷子这样事儿的。嗯。嗯。这三斤长捏巴了，也挺快。我妈也是这么捏吗？都是捏。嗯。你三姨也是捏，好像就你老爷了。你不就能发蒜吗？我妈就吃饭少。你孩子能长个。做这个脚丫，完了那脑瓜子还得那不拉不了，一摔一摔的。一锅全煮去。差不多，煮行了。老大。凉快点，人多呀。滚三滚就好了。三滚。这么一按，它离糊了，它起来了就好。嗯。我不按都是摁不长。我找那勺子，温热温热的，怎么长啊？一糊就行。嗯。搁勺子盛上，拿手一点一按，我光记得浇三次水就行。原来浇水。原来都是咋的？开到打下去三个坎儿，赶紧捞。对，那就熟了。那功夫老高明的。嗯。开三块胶去哈，开着胶去，开胶。好了。热。热。谁吃饭呢？好的。那个馅子真好吃。嗯，还挺好。多香的，多香。鲜。看，我这转着搁哪儿吃是吧？吃饺子吃够了。吃够了要吃哪盘？嗯。我这我吃饺子吃哪盘的，那就不说了。俺娘子，这包子咱大哥走了，毕业了，也不着急了。以前全都在那的，给全都吃饺子吃稀的，这都吃够了。我说这边还吃够了。嗯，那边吃完之后回到家里头。好几个月吃不回饺子。